鬼脸。2000年7月，港人张泰安在菲律宾因为藏毒被判入狱，他一直声称无辜，直至上星期六晚，他在狱中不幸离世，死因未明，享年44岁。前日我们访问了当年同他一起入狱，同样沉冤未雪的港人邓龙威。其实咩事过身咧？正确官方的验尸报告咧，我冇睇到，我亦都唔知道。系，所以你问我佢系咩事咧？咁应该点讲咧？其实早一个月啦，10月份嘅时间啦，张大安曾经入过医院噶啦，即系我了解到佢医院就入过两次噶啦。系，咁佢第二次咧就入咗 ICU 添。嗯。咁但系咁医生就同佢讲咧，就话佢心脏有事。嗯。同埋佢嗰阵时已经要插住尿喉噶啦，就话佢都屙唔到尿啦。嗯。咁但系即系真系咩事咧？咁我又唔知喎，因为嗰啲好专业嘅医疗上面嘅英语，我唔识真系。哦。即系大约知道佢话心脏啊，同埋屙唔到尿啦。嗯。咁最主要就系菲律宾呢度咧。佢系冇，佢系照顾你，但系佢医你唔到，佢冇钱去买药啊！你医一个病要药噶嘛，佢冇钱去买药噶，佢只会问你哋啲病人，你俾钱我同你买药就医到你啦。嗯。咁变咗，其实摆喺佢喺医院入边系冇意思嘅，最多就系同你插住条尿喉帮你放尿啦，或者即系医院入边最多做咩盐水做尿房嗰啲，同你调入你调都得。咁你医病要用药嘅，嗰啲药就冇嘅。你问你攞钱买，你有钱你就俾钱，冇钱你就得制。O K， 咁张太安当然系冇钱嘅。嗯。咁结果咧，咁结果佢就第二次入医院咧，就住咗两晚，住咗两晚，咁佢自己可以正常再排翻到尿，可以正常小咗小便之后咧，咁佢出咗院。咁跟住就直接上过嚟第六十度，即系突然间礼拜六嘅朝早，有人嚟拍我房门话张太安死咗啦，咁样。咁我都半信半疑啦，因为菲律宾信唔过嘅，咁我就自己就嗱，我就冲咗去，我就去医院个面房去睇佢。咁我就净系睇到佢个面嘅啫，我确认话呢个系张太安啦。嗯。其余佢个身体咧就系俾床单包住噶，佢做咗防护嘅。咁最主要，醫院菲律賓嘅醫院嘅面房係冇雪櫃嘅，你唔好諗香港嗰啲。總之你完全唔好諗香港唔會發生嘅嘢係冇可能，香港唔會發生嘅嘢，菲律賓全部都會發生嘅。嗯。咁所謂嘅醫院面房咧，就係一個木屋貼地頂。咁而家菲律賓平均氣温係37度嘅，36、37嘅。咁你諗下點先會點？咁樣佢著曬防護，就有啲床單包住佢。係。所以我淨係睇到個樣。如果你話佢身上有冇表面傷痕，我唔知。究竟佢咩死？佢嗰份死亡证就系写佢心脏衰竭。咁我亦都曾经质问过嗰度嘅医护人员，鬼唔知系心脏衰竭咧，心脏唔衰竭就唔使死啦。如果佢冇表面伤，咁点解佢会心脏衰竭？唔知要等验尸。嗯，都系一个谜啦，暂时。今日星期一。系。咁今日星期一，咁咧佢条尸咧就而家咧就出咗去菲律宾嘅国家调查局嘅解剖室嗰度解剖。O K。咁咧就会有。就會有一個官方的死因報告。嗯。咁當然呢個官方的死因報告我是冇機會睇嘅，就只有大使館睇，又或者可以咁講。咁你信唔信菲律賓的官方死因報告？其實啦，可以同你講張大安的死因永遠是一個謎，冇人知嘅。只有菲律賓官方是真正會知。但是如果他哋知道是因為一些敏感性問題而死。我亦都唔會同你講，好簡單。點為之敏感症問題？可能佢嗰晚喺倉嗰度俾人冧嘅啫喎，俾人冧殺嘅喎。係啊，因為我佢包佢出曬，我睇佢條屍，我睇唔到噶嘛。睇唔到傷痕啊咩噶嘛？你都
係咯，睇乜嘢我睇唔到啊嘛，我淨係睇到個樣，我確認呢個係張泰安嘅啫嘛，係咪先？即係話，咁張泰安係病死嘅，係因為佢病死嘅，定係佢俾人謀殺死嗱，冇人知。嗱，最主要一樣嘢，嗱，我識張泰安十幾年，佢係冇任何心臟病嘅病歷嘅。係。咁當然，呢四年都判咗案，4年佢係一個好意志消沉嘅人，佢係真係自己放棄咗曬自己，乜嘢都唔理噶啦，佢好意志消沉噶啦。我已經話過佢10萬8千次嘅啦，咁即係佢老豆咁辛苦個個月去供養佢，唔係為乜就係為你個死仔，你撐落去啦，起碼你就算你上訴輸咗，你啱啱個錯，你老豆都有機會見到你，咁要你生性啲啦，唔好做埋啲唔應該做嘅嘢啦。我已經話咗10萬8千幾次，其實我同你講，即係最撚憎佢嗰個人一定係我嘅。我估唔到到佢走嗰阵时，帮佢收尸嗰个人系我。嗰时呢啲嘢就真系啊！我话你，我哋都记得。佢就好执到佢就真。曾经我哋都访问过佢爸爸啦，即系喺秀茂坪嗰度啦吓。而家都即系。眨下眼，原來都2年前嘅事啦，已經係啦。咁嗰時佢爸爸都話係即係做住一份保安咧，都希望即係個個月起碼有即係1000幾百俾個仔去度日啦。咁但係佢話其實已經冇咩講噶啦，即係個仔打嚟都係攞錢咁樣，即係佢都好似真係完全放棄咗自己。佢已經係好唔生性，我可以同你講。個老豆要揾個仔，你知唔知要點揾㗎？個老豆要揾個仔，老豆去通知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嚟通知我係揾我，一定揾到我嘅佢哋。然後我再聽話去揾個仆街，你唔好以為大家同一個監獄好容易揾到佢，都好難揾佢。呢度地方好大，成個美孚山村咁大，萬幾人啊！我都再揾佢，我都叫佢，我就叫佢去打電話翻屋企嘅。我係成日咁樣要捉住佢，你打電話翻去俾你老豆啦。佢係好唔生性咯，已經係好多嘢。咁我已經即係嗱，其實咁啊，講翻張爸爸嗰度啦。咁啊，今朝早9點幾嗰陣時咧，咁啊，香港警務處咧就有人就上咗去秀茂坪屋企嗰度，同張爸爸就講呢個噩耗俾佢聽噶啦。咁啊，香港政府啊，唔知點解咁認真啊，淨係派人上門去通知啦。咁啊，可能因為傳媒問題啦。咁啊。因為其實張泰安真係都可以咁講，死得好無辜。張泰安而家條屍同你講咗啦，就係佢係佢解剖嘅，攞出去解剖。解剖完之後，應該係今日星期日，今日會劏噶啦。咁可能係今日稍後嘅時間，或者聽日條屍會送翻嚟監獄。會送翻嚟監獄噶咋？送翻嚟監獄又擺翻喺我頭先同你講嘅所謂嘅用木搭成嘅棉房，所謂嘅棉房咧，就係入邊就冇雪櫃嘅。好啦。咁你條屍劏咗之後，仲可唔可以去做防腐咧？嗱，我唔知，我淨係知道咁條屍劏咗之後，就一定會更加敗爛。何況呢度咁熱，所以係咪應該盡快去處理咗佢條屍體咧 ？OK， 處理佢條屍體要錢嘅。我可以同你講，星期日張泰安嘅菲律賓籍嘅老婆過嚟嗰陣時候，我已經將埋我呢個5月份嘅下半個月嘅伙食費我都俾曬佢噶啦。因為張泰安有啲細路仔，我唔係可憐佢老婆，亦都唔係可憐張泰安。同你講，我最緊可憐就係佢嗰啲細路仔同埋張爸爸嘅心情。係真係好慘嘅佢哋。好嘅，咁我唔食飯，我俾埋啲細路仔食冇問題，係講我欠你嘅張泰安咋。OK， 咁如果嗱，因為如果你等張爸爸由香港嚟菲律賓去處理咧，就可能仲要嘥到幾日時間。或者因為我聯絡唔上張爸爸，我唔知佢嘅意願係點樣，但係我想。無論點都好，如果你張爸爸你唔想攞嘅，又好點都好嘅，不過我諗佢會攞啦。你可以你佢寫個授權，我去搞掂佢。如果唔係佢條屍，佢會好快醫院係會等你兩日冇人嚟領嘅咧，就會喺醫院後面有個亂葬崗掘個窿，爆張隻手拱咗佢落去，就係咁噶啦。板都冇張俾你噶，3塊砖都冇張噶。基本上呢度啲菲律賓人都係咁樣處理噶啦，揾張隻包住你掘個窿拱你落去搞掂，連掘窿嘅錢都係走嚟問我攞嘅啫。只有因為我喺監獄入邊，我係佢唯一嘅親人啦，因為由佢上次佢入到棉房。佢本身要劈落地下嘅，我見到喂唔得，你俾張擔架床佢瞓，人係死咗，我唔諗你菲律賓人，你中意屍搭屍劈喺地下都好，始終呢個死人，你死者為大，你尊重下佢。佢哋喺邊度掘個窿啊？你成日喺邊度掘個窿啊？
面有墓地噶啦呢度。哦、okay. 嗯，咁喺监控范围入边嘅。系。咁我哋都希望啦，希望張泰安即係喺佢過身之後有即係好啲嘅對待，因為佢即係生前咁多年咧，十幾年都喺裏面受咗好多折磨啦，係嘛？啊，咁啊，鄧龍威，咁啊，靠你啦，嗰邊靠你即係幫手啦。咁我哋喺呢一邊就都呼籲下啲聽眾啦，咁啊，繼續即係去幫助啊張泰安嘅屋企人啦，等佢哋即係譬如爸爸啦，可以即係起碼。领翻条尸翻香港咯，可以系嘛？等佢可以安葬咯。咁咁我头先都同英国大使馆嗰边倾咗嘅。咁我头一早起身就打电话英国大使馆嗰边啦。咁英国大使馆嗰边咧，我亦都相信佢唔系敷衍我嘅。咁佢哋就会尽量协助张爸爸嚟菲律宾去处理张大安嘅身后事。嗯，睇下点样可以将张大安就拎翻去香港。咁当然嗱。呢啲唔係大使館嘅服務範圍，你話如果叫大使館幫你搞埋殮葬嘅嘢，呢啲唔係大使館嘅服務範圍，但係可能英國大使館都會盡量去協助啦。咁、嗯、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係費用咯，即係就算嗱，當然你喺菲律賓運條屍翻香港係好貴嘅，我知道起碼要成十幾萬港紙嘅。OK， 咁你最平嘅解決方法就係香港，我去揾個殮館嚟醫院收咗佢條屍，又出殮館嗰度燒咗佢，咁啊將爸爸嚟就攞啲骨灰走，呢個係最平嘅，呢個係最平。咁如果我嘅預算啦，因為即係始終將泰安喺呢度仲有啲細路仔，即係最後一次過就幫佢老婆仔，俾得幾多得幾多，即係大約預算係要10,000港紙。其實昨天都有啲傳媒嚟揾我咧，都有話幫手，即係呼籲大家咧去幫手呢件事嘅。啊、放心啦，鄧龍威，咁嗰邊靠你啦、啊、我哋就都喺度都盡我哋嘅人事啦，好嘛？咁我唔同你傾咁耐住啦，因為個電話都接收得麻麻地，好嘛？喂，係、okay. 聽唔聽到？係，喂，阿、鄧龍威啊，最後你同聽眾講一講咧，你嗰、那個而家你之前咪有個幫菲律賓港人嗰個網頁咧，而家係咪改咗名啊？你話翻俾大家聽個名係乜嘢？因為有啲人問我係乜嘢？那個 page 呢就因為某些問題，所以我們要改名了，那我改了名字就叫做黑玉帝5730，是今天是嗎？5730是今天啊，5730啊，黑玉帝5730，為什麼5730呢？就是我第一日寫這個 page 的日子就是第5730日，今天已經我第一日寫的那個 page 是5730。 OK， 大家如果想了解整個事件的始末，可以去看回我們第一季的冬頭，就有七月飛霜那集節目、好，多謝鄧龍威。 OK， 拜拜。願張泰安一路好走。如果你願意為張泰安的身後事出一分力，以及繼續幫助鄧龍威渡過漫長的獄中日子，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click 入護花行動，了解捐助詳情。祝各位捐助者福有攸歸。呢一班咧，即同黨嚇咁樣去虐待一個啊女仔啦，凌虐一個女仔。記唔記得佢哋做過啲咩咧？佢哋將啲豉油、生油同埋辣椒油撈埋一齊，跟住逼我飲。仲有咧？仲有逼我食阿芳啲大便啊！好臭啊！鄧官師傅又有很多不同的、關於西藏的秘聞要說要爆、其實呢當其時對上個大寶法王走的時候呢，是已經講落有幾樣東西，但是很奇怪的，在整個尋找所謂轉世靈童的過程當中呢、就會有一隊使團的，就知道裡面當中可能有一個小哥哥就會是新的一個、
大埔法王，然後再要找到他，再要找他試，通常找他試呢就是看你身上高有沒有一些前世今生的痕跡。但是最奇妙的地方呢，以前試過的了，就是一個凌波車 split 做兩個或者三個，再有機會再分了、再分了出來、因為你發現原來兩三個小朋友都同樣找到的、那證明這幾個都會是。今晚我們的題目就叫做、鬼陪你去旅行，其中去了一個、地方，新加坡東海岸嗰個位置，哦，食海鮮嗰度。嗰個地方你有印象係有一個停車場嘅。話說咧，嗰度咧就係 N 年前啦，佢哋形容就話 N 年前發生咗一個、意外。就有一個女士係誒喺嗰度誒難產死咗嘅。咁個靈體對你做啲咩？冇啊，其實佢只係一路喊咯。對住邊度喊？對住個海。對住海，你有冇嘗試走去佢前邊咧？有。其實我一路行前面，佢都仍然係背面。即係話你一諗住去前面望一望佢樣，你發現佢又喺你前面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仍然揾到背脊得住。係啦，係啦。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蚊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捱月力，晚晚陪住你。今日呢个组合系咪熟口熟面呢？大家觉得冇错啦，一个星期前我哋又系坐喺呢度。上次我哋讲咩啊？英国受苦啊嘛。我哋分析一个 YouTube 嘅 video， 究竟系真系假啊嘛？两个细路仔究竟系咪讲大话啊嘛？你知唔知我呢几日咧同啲奇案迷倾啦，佢哋对呢单嘢咧都觉得好好奇。我都好好奇啊，真係。佢哋仲喺度狂問咧，就話係真定假㗎咁樣。咁啊，即係我哋上次分析咗啦嚇，即係阿司提反有個好詳細嘅心理分析，話俾大家聽，究竟佢覺得係真定假啦。咁當然你又覺得真定假，就你又自己睇一次咪知咯。真係疑幻疑真啊呢單嘢。咁啊，都見到啲朋友好好啦，喺 chat room 嗰度咧，即係留低咗好多嘅自己嘅回應啊。咁亦都鼓勵大家咧喺我哋節目之後咧回應多啲，係啦，等大家咧啟發多啲，咁我哋又可以喺節目咧再跟進下。花姐，我哋揾個機會咧，即係而家我哋嘅節目就唔係直播。但我哋都想同翻啲即系奇幻迷可能有个亲身接触，不如啦，玩一次我哋佢睇紧节目嘅时间，我哋开个 Facebook 嘅 live chat 同佢哋倾下偈咪得咯。咁激，你一路睇我又问有咩问题，一路讲咁样啦。睇下收音嗰度冇问题先啦。花生之类，唔系嗰个纯粹系分开两件事嚟嘅。哦 ，OK， 两件事嚟嘅，即系佢有佢睇，我哋喺 Facebook 做 live 咁。好啊，而家即系扮黎明啊嘛，我哋而家嗌你又知多创意噶啦。喂，咁啊，就讲到跟进咧，咁我哋都其实呢两日咧系发生咗一件事嘅，咁啊。我哋個節目都有啲關係，因為之前咧我哋就訪問過阿鄧龍威啦，即係唔係訪問鄭庭將佢呢個古仔係即係講咗次俾大家聽。做兩集啊，你好似都做咗一次啫。無底深潭又有一次係嘛？哦，你訪問啊，你講。無底深潭有講過關於相差嗰件事噶嘛？我見到。哦，無底深潭冇講過。冇講過。係啦，但係主要咧就係喺第二季嘅冬頭咧嘅第一集就七月飛霜咧就報道過呢一單嘅事件啦。咁如果有跟進我哋節目嘅朋友應該都唔會陌生啦。即係對於鄧龍威，咁佢就係同一個叫張泰安的香港人呢就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因为他们的口供就是说、他们是没有做过任何关于那些藏毒的事的、但是被人家就告他们藏了很多的冰毒、一问呢就问了10年才审审审一审就说判43年、因为他们入狱的时候已经20-30岁即是差不多30岁了、现在一坐到已经是人到中年坐到40几了、刚刚不幸地张泰安呢就是即係過咗世啊，喺監獄裏面，咁啊亦都冇辦法再即係有呢個自由啦嘅一日，等唔到啦咁樣。咁啊我哋就另外做咗一個訪問啊，就訪問咗阿鄧龍威啦。咁啊講翻最新嘅發展係點，或者喺裡面嘅其實發生咗啲咩事。咁張泰安點解會過咗身，或者佢嘅心情係點咯？咁我哋會擺翻喺我哋嘅節目嘅我哋個台。嘅網站嘅 website 嚇，同埋仲要喺 Facebook 會有播翻出嚟啦，喺YouTube 大家可以跟進翻、即係最新發展係點樣咯。所以我聽到個訪問咧，即係而家聽到訪問之後，發覺鄧龍威喺入邊個情況都好。
都唔係好都好慘啊！其實而家好惡劣咯，係都惡劣。佢甚至乎咧，因為佢就為咗想幫阿張泰安嘅遺屬咧，佢將佢話五月下半個月嗰份食飯嘅錢咧，你知啊，菲律賓坐監咧係要自己攞錢去食飯，唔係你冇錢嘅話咧，你係乜都唔使做啊，水電煤乜都冇，乜都冇噶，你自己係坐到尾咁樣。咁所以佢每個都要靠即係其他嘅接濟咧，攞到啲現金咧，先至可以嗰邊係有飯食啊，有衫著啊，有糧充啊咁樣嘅嚇。同埋據我所知，佢下半個月而家我都擔心緊，佢冇曬錢喎。嗯，據我所知啦嚇，佢而家主要係靠我哋嘅，真係靠我哋，即係嗱，我成立咗個係啦，互翻行動啦。咁即係嗰啲錢咧，其實一路都有好多朋友，真係好好啊！佢哋咧無端端嚟做下嘉賓咧，無端端就塞幾百蚊花家姐你去幫阿鄧龍威啦咁樣。咁老老實實，我就真係將呢啲錢咧，就係真係俾佢嘅，真係會話自己落咗卡咁樣啦。首先會做啲咁嘅事啦。咁嘅嘢嚇，咁同埋因為長年累月啦，係而家係每一個月都要。即係有一啲錢咧，俾佢生活啦。咁同埋鄧龍威好好啊，佢唔係淨係顧自己咯，佢都會即係顧住嗱張泰安啦。因為張泰安佢其實靠爸爸每個月又係幾百蚊俾佢生活啦，咁唔夠啦嚇。咁同埋就另外有啲香港人喺嗰邊咧，原來佢哋咧有啲即有啲當然都係有罪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個個都無辜。咁但係有啲咧，原來坐咗十幾廿年咧。屋企人開始咧，即係離棄咗佢哋啊！即係坐到咧，年老多病啊，冇人理啊，即係好似乞衣咁樣。咁佢有時都會塞一百幾十俾嗰啲人，等佢哋咧，即係唔好咁慘咯。即係咁啊，又老死獄中啊，好慘咯。唔係老死係病死啊！即係咁，連屍都冇人收。咁佢即係有呢一份即係關懷人嘅心，即係助人自助。咁我覺得咧，我哋都即係作為香港人都應該即係。血濃於水咯，幫下佢咯，係咪？即係何況佢，即係我都相信啦。即係如果你都相信啦，佢係無辜嘅，咁啊，希望大家伸出呢一個同情之手啦。咁特別今次張泰安呢單嘢又即係需要一啲即係殮葬費啊。我自己有個期望就希望張泰安即係今次過身咧，即係都又喚起咗一啲即係傳媒嘅關注啊等等嗰啲啊嘛嚇。希望呢件事都帶起到有人咧再關注翻啊，即係鄧龍威嗰件事啊。因為我哋知道都一直都有啲人議員啊等等嗰啲係幫緊鄧龍威做某啲嘢，咁但係可能個進展又不是話好理想，可能都冇乜進展，因為其實要等政府部門可能都喺度係即係好多程序或者拖下拖下咁，唔知搞到幾時。咁亦都希望啊，張泰安呢件事咧過身咧，希望有人再重新關注佢呢件事，可唔可以做緊嘅程序咧，盡量快啲去搞。即係如果有啲咩重審或者等等嘅程序，可唔可以盡快開始咧？即係令到佢呢件事都有個了期啦。因為咁樣長期坐落去十幾年咧，即係對於一個人嚟講真係好折磨嘅一件事。我都佩服佢啦，即係佢咁耐啊，佢一個人喺嗰度即係坐監嘅。其實喺度，但佢仍然都係好有鬥志，同埋佢其實仲係好關心香港所發生嘅事，關心自己嘅朋友啊，關心好多嘢。即係佢仍然係即係好有嗰種毅力咧，其實好唔簡單嘅，一個好長嘅時間係好痛苦嘅一件事。其實我記得啊，我記得頭先你講咩無底深潭，我喺上年即係喺呢個大徐濟訪問佢，我自己失憶添。我記得佢講過咧，佢入獄之前咧，佢都係好放蕩嘅生活，即係去溝下女啊嗰啲，即係好冇乜冇乜年輕人生活啦，有壓力力嘅生活啦。係我冇啊，即係都唔會話好有理想啊！我要做啲乜啊，或者有事業啊嗰啲。嗰時仲係細個啦，仲係細。係啊，咁但係入咗獄之後咁多年嘅磨練咧，其實佢慢慢咧成個人係越嚟越成熟，同埋即係知道自己應該係即係自己不幸咧，唔會話即係沉淪落去，而係將呢一份嘅不幸即係變得更加積極。去幫其他人咯，因為仲有其他人都係咁不幸。即係我希望佢可以盡快可以即係了解呢件事，可以盡快翻香港重新過翻個生活。我有信心佢真係可以翻到嚟，因為即係你一個人咁堅強咧，個天都俾個機會你去繼續做落去㗎，即係繼續會有路行嘅，即係你唔好放棄。我相信係好快啊！呢幾年之內，我相信係真係得嘅。係我哋啲集體念力啊嚇，咁啊喺佢出嚟之前咧，咁仲要喺裏面嘅咁長嘅時間，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即係如果即係幫到手嘅，就去我哋個網頁嗰度咧揾互翻行動啦，呢四個字啦，咁你就可以揾到一啲户口咧，可以有咩可以直接 PM 啊，花家姐都 OK 啊，都可以達到你噶啦。係啦，咁啊即係其實阿史提反啊，我都想問一下，即係一個人話如果係咁長時間咧喺個即係監獄嗰度咧，仲要係一個冤獄咧，其實即係點樣調適咧自己心理上真係？我想起一本很出名的名著，就講緊咧就《Man's Search for Meaning》，就係個法蘭高本書。咁佢當年就係被人捉咗去集中營啦，猶太人。咁佢就話佢有必要將件事即係話俾後世聽，即係藉以警醒。話就話啦，我唔可以死得，即係我死嘅話咧，我呢件事咧就會隱藏，同埋咧就冇咗個所謂天理啊。咁突然間嗰種意志就會好強嘅，因為佢會跟住收集佢所知嘅嘢啦。資料啦，跟住去記述翻自己嘅生平，即係每一日自己嘅記載埋自己諗法啦。譬如有高潮、低潮，有少少即係負面嘅嘢諗起，佢都會做。咁但係我諗佢有個嘢就好強烈嘅，就係
佢覺得自己有啲嘢要做。咁、我諗就係如果今次冤獄就亦都係另一樣嘢啦。就譬如話佢會覺得有啲嘢咧就要還我一個公道。咁其實呢都係力量嚟嘅。咁當然啦，話突然間即係個一齊咁上下入去嘅人突然間走咗，咁啊嗰個打擊幾大㗎。咁應該都會，即係好似冇咗個同路人咁樣。即係有時嗰、個，我哋知道同路人咧，你即係講得啱啊。嗰、那個同路人嗰個咧，支援又好啊，或者叫心理上好似有個同行咁樣咧，個感覺好強烈嘅。咁突然間側邊嗰個走咗嘅話咧，咁即係要關注多些少啦。因為如果唔係就。即人好脆弱嘅，一冧咧就骨牌咁冧落去咯。係啊，其實阿鄧龍威期間咧，即係佢都受咗好多打擊嘅，即係例如話身邊有啲朋友本來即係都見你咁慘，個個月都會即係幫下你，咁幫下幫下咧，即係長貧難顧啊，即係有啲開始可能揾唔到啦，或者係甚至乎鬧佢嘅，亦都即係親人嘅亦都有嘅，即係我諗佢都經歷過呢一啲咁嘅打擊之後咧，佢嘅鬥志應該會越嚟越堅強啊！甚至乎今次啲事件咧，希望咧令到佢更加積極咧，可以求存落去。所以你哋嘅節目係有意思㗎。咁突然間咧，佢覺得仲有人知道咧，即係仲有人喺度聽緊佢講嘢，或者突然間仲有人關注嘅話咧，有一種即係好似神奇力量咁樣注入佢咁，應該係即係應該幫佢唔少呢部分啊。即係唔好話即係其他啦嚇，呢部分好重要。佢仲有個網頁㗎嘛，先去講過啦嚇，嗰個網頁嚇，我哋都會 post 翻出嚟嘅，即係睇下我哋留意我哋 Facebook 啦，或者我哋節目嘅 Facebook 咧，都會睇到啦。佢自己本身有個講。關於佢嘅呢個事件嘅網頁啊等等，咁大家都可以繼續關注佢嘅，有咩留言咧亦都可以 send 到俾佢，睇到你即係留言俾佢嘅支持佢嘅。好，咁啊，我哋講翻我哋今日嘅案件咯，喺翻轉頭啊，咁啊就講到我哋上個禮拜就啱啱講呢個講曬啲倫常啊嗰啲咁嘅亂倫啊啲案件啦，哇！今個禮拜咧就進入一個。精神周啊，我覺得係。係咩叫精神周啊？好講好多精神病嘅嘢啊！好精神啊！精神病。你哋發唔發覺真係呢一年真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突然間即係人斬人啊，或者台灣嗰邊啦、啊。台灣多啲喎、好嚴重喎、真係。我發覺台灣好似多啲，突然間即係經常都有啲哇，真係失常斬人，仲係即係餐餐好兇殘嗰啲事件喎、啊。係咯。香港就好似香港嗱最咁犀利。係啊，最恐怖就係、有一次係咪喺上環定西環啊？有個人又係無端端喺街度斬人、啊。有個女人都係。無啦啦揸住把刀斬嗰個 OL， 個 OL 俾人斬咗都唔知咩事，周街走啊嘛。因為而家啲 video 即係個個都影到噶嘛，咁啊，哇，啲幾恐怖啊！你諗下，行下街俾人斬都唔知咩事咁樣。咁最近連嗰啲咩幼稚園嘅個阿媽又走去斬個老師啦。斬個家長，家長 sorry， 家長即係大家排隊。sorry， 家長斬。即係嗰啲即係有啲衝突嗰啲咧，就即係可以明可以了解啊嘛。但係好冇原因，突然間走出街就會盲目地殺咗人，嗰啲就真係即係你好惡言、好恐怖噶嘛嗰件事。而更加無厘頭同埋更加即係兇殘，更加即係。簡直是很難相信的一個血案咧，就係啱啱判咗，即係啱啱係應該話係未判嘅，即係淨係知道即係告咗誤殺啦。咁而家等緊判啦，就係、是、殺兄啦，喺呢個生龍清湯腩嗰度咧，生湯阿哥。咁而家法官咧就話：哇！呢一單案咧，簡直係佢聽過最兇殘嘅誤殺案。咁啊話。想判佢呢、這個終身監禁，咁但係我哋而家錄影呢刻咧都未有結果嘅，咁啊話呢單案，我覺得真係好恐怖喎，即係可以咁樣喺一個咁嘅地方傾傾下偈咁樣就攞把刀係咁斬阿哥。斬幾廿刀喎！咁佢聲稱亦都因為即係受到啲藥物嘅影響嘅，當其時咁樣。冰毒影響。因為精神病又好，乜都好啦，其實就另一個角度啦，就唔講精神病，就講人類居住環境啦。有幾樣嘢啦，我哋食嘅嘢裏邊嘅刺激啦，即係其實越食越。辣啦，越食越鹹啊，越食越甜啊，其實都係代表嗰個咧，嗰個成個感官咧係更加多刺激。第二就咧，即係睇打機又好啊，乜都好啦，即係以前就話十零秒咧，個電個畫面唔喐咧就開始不安啊。我諗而家幾秒唔喐咧，你都不安嘅啦。睇我哋節目係咪有不安？我哋三個都係所以聽算啦，我係把聲強啊嘛，係咪？即係你可能有一秒冇聲嘅，咁樣咯。係。咁咧就其實好耐之前都有研究咧，即係哺乳類動物或者某啲有具靈性動物咧，即係當個居住環境嗰個 density 啊，即係嗰個密度啊，或者嗰個咧，即係擠擁程度高過某個位嘅話咧。其實都異常嘅，呢個唔奇。咁其實我依部分我諗都幾明顯，我自己為例啊，即係突然間咧，好多人會掹震嘅，即係多人就突然間覺得即係渾身不安啊。即係其實搭地鐵最明顯啦，即係突然間多人咧近到某個即係位置嘅話咧，你感覺上好唔舒服。咁其實呢啲係好似習以為常啊，好似好小事，但係又唔係小事嘅。即係實際上研究發現咧，老鼠又好啊，即係甚至乎即係好簡單啫，等咗幾隻嘅話咧，就開始咧明明好温順都好啦，等咗幾隻。
咁又會打交啦。即刻坐開啲先。咁啊，跟住會即係好啲異常行為啦，即係啲即係老鼠媽媽好啊，或者叫猩猩都會啊，馬騮又會啊，即係突然間咧，即係多咗某個歲即係數目嘅話咧，突然間咧就變咗好兇殘啦，變咗唔湊小朋友啦，打小朋友啦，即係突然間好易暴力。咁我諗呢啲相關嘅，咁同而家我哋見到全世界現象都應該有少少掛鈎。因為實際上我哋我聽人講啊嘛，即係話其實地球應該係幾億人坐單車嘅啫。咁而家即係七十幾八十億人就呢、這個即係坐又坐飛機又坐港鐵又坐地鐵乜都係地鐵啦、鐵路啊，跟住又坐船啊又坐車，咁我諗嗰個地球壓力又唔即係頂唔順啦，即係人本身亦都係咧，本身原先設計咧。應該冇咁緊要嘅，即係嗰個頻繁程度，即係邊個都會。不過我諗人啊適會適應嘅，香港人肯定好適應㗎啦，幾物都有啦。你試行出街係嘛？求其搭下車啊，行出旺角行下街啊，通街都係人嚟㗎。所以我慶幸我自己唔使翻朝九晚五嘅啫。嗯，真係避開咗個繁忙時間。係啊，其實我都覺得繁忙時間嗰日搭車真係好恐怖。真係好恐怖啊！同人即係試過塞喺一個即係地鐵嗰度咧，根本完全咧氣都爭啲唞唔到咧。我覺得係啊，點可能咁樣去？即係佢搭嗰程車嘅咧，即係點解係好多時喺個公交所謂，即係呢個國內字眼咧，公交喺個上高發生嘅，係好古怪。突然間個情緒到咧，當然未必有嗰件事啦，好多時都係突然間即係爆發點咧，就可能之前累積嘅。我成日揾即係例子就係上可能上到巴士，突然間打咗人一錘，感覺好。即係唔知點解佢點點你突然間一錘打落去咁樣，你感覺上就係好似佢得罪你，其實就唔係佢得罪你咯，係平時積聚壓力，即係到咗臨界點，即係有啲嘢出現咗，咁你突然間失控咁意思。唔好話咩，有時你唔小心咁樣踩一踩人哋個即係個腳踭啫咁樣啦，咁就已經。咁樣噶啦，即係香港人就係。所以有咁多巴士阿叔、巴士阿嬸嗰啲出現咧，即係特別巴士特別多啊，地鐵亦都有啊嚇，成日都鬧交。嗱，香港嘅車就好擠迫啦嚇，交通啊好擠塞啦咁樣，大家就心情唔多耐煩啦。但係加拿大係點咧？加拿大嘅咁大咯，話明加拿大啊嘛。係啦，咁大嗱，嗰啲你而家最近睇嘅旅遊節目，哇！真係去到哇咁靚嘅，真係嘅，到到旅遊節目呢啲梗係揾啲好嘅地方拍下啊嘛。係啊，咁空曠嘅，咁喺呢個灰狗巴士咧，即係嗰啲叫Greyhound嘅 lines 上面咧，嗰啲巴士咪好鬼大架啦，咁啊一人一個位好舒服啦，有廁所又剩。但係咧，就喺呢個灰狗巴士上面咧，就曾經喺2008年咧發生過一宗咧。非常之恐怖嘅血案。喂，呢一單又真係好恐怖嘅喎！依家講俾大家聽，我詳情真係。大家都有少少記憶啊。真係恐怖過台灣，我哋發現差唔多啦，都唔係恐怖過，差唔多咁恐怖喎！即係突然間講俾你聽，你時嚇你就話唔係嘛？講真㗎咁樣，即係個反應係真係好惡然嘅會。係，同埋作為一個乘客咧，大家咧開始真係好冇安全感啦。咁據聞加拿大嗰邊咧，陣間我哋都晏啲都會有個即係聽眾幫我哋做訪問啦。都話有受到呢件事嘅影響嘅，心理影響嘅。係啦，咁不如而家我哋咧追蹤翻呢單嘢先。咁就喺個2008年。7月30日發生的，究竟當晚的8點多在這個灰狗巴士上面是發生過什麼事呢？我們聽聽。坐巴士可以有多危險呢？除了撞車，身邊的乘客都隨時可以拿你命。一阵夺命狂呼，引起巴士内所有乘客极度恐慌，司机亦都立即急刹车，但一切已经太迟。冇几耐，乘客同埋司机将呢架编号1170嘅灰狗巴士重重围困。有人目睹刚才喺车入面突然间疯狂斩人嘅华裔男人，一手攞住 Rambo 刀，一手攞住个男性人头，仲透过玻璃车门向佢哋展览。而他面上是目无表情。这个不幸被杀的加拿大男人刚才还是活生生地坐在巴士入面睡觉听歌，这一刻竟然已经身首异处。一场疯狂杀戮之后，他再回不到去本来的目的地，忽然间登上了另一个意外的旅程。當時咧目擊呢單案嘅發生嘅乘客啊，或者係司機啊，真係不生難忘嘅。嚇細喎呢啲嘢真係，好恐怖啊！真係。即係如果喺香港發生啲人口密集嘅地方，咁樣喺街嗰度見到人揸住個頭咁樣，真係幾恐怖喎！據聞俄羅斯喺幾年前就有個女人，又係攞住個女仔嘅人頭，就喺度咧揈下揈下，
咁啊，啲人最初咧以為係萬聖節啦，定係咪啊？係咪玩緊嗰啲即係一啲遊戲啊？定係咩咧？即係拍嘢咧，拍嘢啊嘛！即係我哋有時都攞住啲假手假腳喺度行嚟行去噶嘛。咁、但係即係後屘先發覺，原來嗰個女仔係啱啱即係死咗噶啦，真係一個真嘅人頭嚟噶。咁啊，仲喺度揈下揈下，又話咩真主萬歲啊嗰啲咁樣咯。唔知要嗌啲咩口號嗰啲啊？係啦，咁啊真係。哇！如果突然間即係咁樣睇到呢個情況，而家啲人一定雞飛狗走啊！即係話點知你咪人肉炸彈啊？下一步就係爆炸喎，真係走曬啲人。哇！但係依單嘢而家發生喺巴士上面咧，大家即係更加難以置信，即係點解會無端端咁樣即係三唔識七咁去斬人咧？即係唔係佢嘅屋企人？係咪三唔識七嘅咧？係咪即係佢同嗰個即係兇手同個死者本身會唔會有啲咩關係？定係佢哋喺即係發生呢件事之前有過咩衝突咧？因為即係我哋睇啲巴士阿叔都係大家鬧一輪之後先開拖噶嘛，即係香港人咧就好中意鬧一輪先嘅，即係唔會一嚟開拖嘅，一定要講一大輪道理先，跟住發。講不到道理就開拖，即係都係咁嘅。我發覺香港人好喜意係咁啊，即係你好少見到啲人咧，即係可能影唔到啲片啦，因為一打嘅時候就影唔到啊嘛。即係梗係拗一輪之後先影到個片打交啊嘛，所以你永遠見到啲片都係拗一輪，起碼拗半粒鐘，然之後先準備開始喐手喐腳或者報警啊之類咁啊嘛。但係好少話一嚟就咁激攞把刀出嚟喎。咁呢個三唔識七咧，就係啲乘客即係嘅口供講翻啦，就係話咧，其實佢哋之前咧見過呢、這個斬人嘅兇手啦，同埋嗰個被斬嘅咧。他們是沒有任何交流的、即大家都是在巴士上的乘客、他們就說應該不認識的、就因為沒有任何聊過天、而且呢這個人這兩個人本來不是坐在一起的、是那個兇手就坐在另外一行、就突然就走過去那個、死者的位置、就是大開殺戒的、所以呢他們就認為他們應該是本身是不認識的、就不知道為什麼失驚無神就發了瘋在這裡就在這裡進行這個這樣的血案在車上面。因為據聞這個、這個、兇手呢他上車之後呢其實這個長途車來的坐很久的其實他整個過程呢就沒什麼特別過他又不會在這裡自言自語或者什麼成甚至乎呢在發生這個即斬人事件之前呢其實大家有些休息位的嘛即去到這麼長就去休息站大家去個廁所之類的嘛、這位兇手還是落个车好似同个另外一个即系女乘客咧就倾下偈嘅女人嚟嘅，咁啊大家即系可能倾下偈，倾两句。翻上车之后咧，佢就转咗座位，又开又喺个车头坐嘅位置就去咗车尾，就坐喺呢个死者附近，跟住就发生呢件斩人嘅事件啦。嗯，即系话佢之前做嘅嘢系好正常，好似系冇乜特别嘅，即系冇乜唔正常喎。系咪即系突然间会变咗？即系佢咩事引发咧？佢会做呢件事咧？系咪有一两句言语冲突系冇人睇到咧，或者冇人留意到咧？而家我哋喺度提供紧啲资料俾阿心理学家阿师，我想问，即系通常我啲资料都睇得唔仔细，佢冇讲佢个凶器点嚟啊？那個 Rambo 刀是嗎他拿著一把 Rambo 刀只可以說他自己帶著因為沒可能在個現場會有這把刀的自己帶著的只可以說他自己帶著就說這部分就是習慣上、我們即犯罪心理學都會說的空氣的來源呢就說他的意識是通常你見到譬如香港很多案都好啦譬如突然他是帶個空氣就不會在現場簡單或者輕易被發現或者是呢即求其揾到嘅，譬如你話煙灰缸撞你的頭，可能就係屋企有食煙啫。咁突然間你攞把刀，佢嗰把係開山刀，或者突然間係 Rambo 刀咁樣，即係嗰啲本身就個意識好強、好明顯噶啦。咁如果假設就算佢原先平時中意戴嘅，都顯示有啲嘢。即係好地地唔好帶把刀出街啊！因為加拿大又唔係話咁，因為就佢嘅不安全感好強啦。如果唔係，因為通常就係佢有少少動機，即係呢個其實一個點要跟。嗱 ，Rambo 刀呢樣嘢咧，大家如果有聽過我哋以前講其中一個案件咧，就喺呢一個石梨石蔭村。石蔭村有單嘢咧，就都係好轟動嘅香港。咁就話有個男仔有一日咧，佢就攞住把 Rambo， 佢做健身嘅，佢有一日就攞住做健身教練嘅，有一日攞住把 Rambo 刀。就去了石蔭村的石街樓那裡找他女朋友當然要復合那些啦、女朋友就不讓他入屋了已經但是呢就見他在門外就在大吵大鬧就結果呢都就忍不住就開門讓他進來因為怕吵出人怎麼知道就讓他呢就用 Rambo 都割了他頭來你們有沒有記得這件事就在間屋那裡割了他的頭來都很近的嘛很近的嘛這件新聞都十年八載的了、算近的即是在我心目中算近的但是始終有個原因嘛即是他很明顯拿著把刀上去都是即是傾不掂數就會有所行動那些甚至他的精神狀態已經是很不平衡的了當時即是很明顯有個動機的嘛這件事是雖然他做的事都是非常恐怖即是進去殺了他即是聲稱最喜歡最愛的女人是不是還要割了頭下來都是很恐怖的事但是這一宗更無厘頭就是沒什麼
冇乜前事令到人覺得，咦，會有嘢發生喎、啊。陣間要聽埋即係兇手背景啦，當然係咪平時都係黐線嘅咧？係咪我諗我第一諗起會唔會有啲種族仇恨嘅問題？因為一個係東方人，一個係即係加拿大人啦嚇。雖然佢哋兩個都係加拿大籍啦、嗯，但係即係本身個即係種族有分別啊嘛。會唔會係有呢啲嘅影響嘅咧？係咁嗱，佢既然係帶住一把唔應該存在喺呢個巴士上面嘅 Rambo 刀嘅話，咦？一串啊，係都有分，冇寫幾多寸。因為其實有，如果要割個頭腦嘅話咧，即係本身你把刀仔又做唔到嘅，應該通常若干尺寸，嗰尺寸要即係個意識係強烈啲嘅，即係要割個頭落嚟啊嘛，咁咪當然刀仔都可以，咁但係要把屎。因為佢如果係 Rambo 都有曬鋸齒嗰啲咧，其實都唔使好大把，可能咁大把刀已經可以割到。因為最緊要係嗰個死者已經死咗，冇辦法反抗。同埋夠唔夠狠啦嗰下，同埋佢本身有冇呢個技術咧？可能平時即係會唔會係做開啊？劏雞劏鴨，喂，有啲真係本身好難做啊嘛。咁但係佢既然佢真係自己預備一把咁嘅刀，又做一件咁嘅事，咦？聽嚟有呢個謀殺嘅動機㗎啦喎，又未必係謀殺嘅。咁其實嗰、那個即係可能佢即係而家切又佢真係病啦，即係我有都有少少睇資料嘅，當係。病嘅話咧，咁佢可能就係咧嗰個不自覺或者叫潛意識啦，即係佢本身都有啲嘢係對世界嘅不滿啊，或者突然間等咗啲位喺度，佢突然間啲人信神信佛咁樣，會帶頭守聖啦，即係帶啲嘅可能佢心目想信嘅啲神明嗰啲嘅嘢啦咁樣，其實嗰啲係象徵。咁佢打把刀嘅話，可能話一就代表強烈不安啦，即係對世界或者對自己嘅防衛能力或者不安全感。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佢應該突然間係準備做啲嘢，但未必係想。咁做嘅，嗰間破壞都可能要把刀嘅，破壞一部分。但係咁，我上庭嘅時候，辯方咧通常呢一個就好強烈嘅一個抗辯理由咯，唔係控方啊，控方一個好好嘅理由喎。哇、啊！你買定把刀好似鄭捷咁，喂、哎，無端端點會帶住？呢個明顯，呢個明顯擺明就係有意識啦，肯定唔係黐線啦咁樣。或者嗰、那個斬阿哥嘅咧，佢咪有把魚生刀嘅，咁佢就話係買嚟送俾阿媽。做禮物啊嘛，即係話見阿媽平時切魚片咁燉啊咁樣，咁佢咧都有個即係自己有個解釋喺度解説咯。但係好難講喎，因為如果你話啲精神病人或者有時咧，我成日都話分唔清楚咩叫精神病，或者叫撞鬼啊嘛。如果你真係相信撞鬼呢樣嘢，其實有時分唔清楚。但係有一樣個共通點就係佢哋都會覺得係身邊有一個聲音同佢講某啲嘢，或者佢覺得自己嘅生命受到威脅嘅。佢哋經常都會覺得係有人想害佢噶嘛，即係精神分裂嘅，或者係即係撞鬼都好啦，咩都好，佢都有呢個感覺噶嘛。所以佢哋好多時會帶住啲嘢喺身咧，就其實係佢嘅心理係諗住保護自己，但係問題咧就係佢好容易就會將身邊一個其實一啲完全唔威脅嘅嘢，突然間佢就將佢變化成好似有隻鬼或者有個獅子喺側邊咁樣，佢就會用嗰個刀去攻擊個獅子。其實佢個出發點咧係保護自己嘅，即係喺佢嘅眼中啊，即係佢哋要解釋翻嘅時候，通常都係咁嘅。咁但係所以佢帶嗰把刀咧，其實佢未必係想去攻擊某啲人，其實佢係覺得佢自己係受緊威脅。辯方專家就會講呢堆嘢通常咁，但係啲陪審員會唔會真係咁嘅？佢係真係會有咁嘅諗法嘅咧？你已經是簡單化和合理化添啊！好簡單，佢攞把刀未必是諗住即係對付人嘅，可能是對付佢一啲嘅心目中嘅心目中啲幻覺啊，或者自覺覺得總之待住先啦。哇！頭先一樣啫嘛，即係信啲信神信佛嘅嘢就係去帶頭守聖咁樣。咁其實佢係覺得安全咯。但係佢話啦，可能即係佢感覺上即係把刀嘅話咧，佢就可能即係去睇佢點成長啦。佢突然間覺得刀係一種象徵，係保護自己嘅，咁個係就保護自己咯。OK， 咁但係呢一位即係兇手咧，其實佢雖然係即係中國人啦嚇，即係佢唔係外籍嘅西方人啦，華籍啦嚇，但係佢本身好大隻下個六尺高200磅嘅喎，佢嘅身形啊，絕對係即係對住鬼佬，其實一啲都唔輸蝕嘅。而且呢一個被殺害嘅男人咧，佢就當時係幾多歲啊？廿零歲，22歲，呢個 team 啊。佢咧又係喺如果喺西方人嚟講咧，就肯定係叫矮細啦，因為得5尺4寸，130磅嘅啫。咁啊，好明顯兩個人嘅身形咧，已經係相差好遠。嗱，咁我後屘我都喺度諗咧，其實呢一個兇手啦，我都講埋佢哋個名，佢個名啦，好嘛？叫李偉光啦。咁啊，李偉光佢當時咧就嗱，呢個車上面當時有37個乘客。咁佢好揀唔揀就揀呢一個喺坐埋一邊嘅呢一個西方人啦，呢個加拿大嘅阿 Tim 啦。咁會唔會同佢嘅身形有啲關係嘅咧？即係可能見到佢咁細粒，
好落手啲啊，咁啊會唔會咧？呢個會嘅，好簡單，淨係咧，即係任何正常、非正常狀況下咧，我哋意識都唔係流嘅，即係有種揀選嘅方法啫嘛。點解唔揀女人咧？又女人咪仲視乎佢自己個後邊嗰個潛意識點運作。譬如突然間咧，佢啲唔滿意對世界，或者有怨恨、不安諸如此類。佢啲投射對象，嗰啲投射對象咧唔係客觀理性嘅，即係唔一定。當然咧，你話會唔會揀細粒啲嘅會著數？呢句叫著數啊嘛。咁但係話女性可能佢本身咧就係唔中意恰女人嘅都唔定啦。於是話排斥咗呢個可能。總之就係咧，佢突然間嗰下即係到啦，即係嗰個狀態到啦，即係當佢 short 咗啦嚇。假設咁樣先啦。突然間佢運佢意識狀況就會喺側邊度揀人咯。我睇嗰單 case 就即係好似加拿大都係，突然間有個人悶悶地啊嘛，突然間就向前面就揀呢個開槍，砰！即係可能就揀嗰樣真係鄭捷嗰啲嚟㗎，即係嗰次就咁開槍砰嗰下咧，就係佢都可能突然間咧，即係好似揀獵物咁樣，突然間掃一掃，邊個獵物佢想啫？有啲獵物我唔中意咁樣，太細只啦，唔要。呢只咧即係太唔好玩啦，唔要。啊，呢只幾好喎，就呢只啦咁樣。即係可能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咯。即係其實佢哋都即係就算係精神病發都好，佢都有仲係有個潛意識去選擇某一個對象，或者佢即係唔知佢喺佢眼中當其時嘅幻覺出現咗啲咩啦。或者佢不嬲唔中意呢一款嘅人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即係我哋假設佢係即係一個精神病患者啫喎，但係而家我哋唔肯定喎，佢會唔會真係其實有一個目的或者一個原因去殺呢個？就算他不是精神病患者，一個普通人有意識地進行這個呢、就是、殺人的、即假設他不識他那種、即突然間即那種古靈精怪的狀況都好啦，我們都有一個 scanner 就 scan 一些呢自己發現到的東西、什麼叫發現到的東西呢、我們其實望世界不是客觀的、有些東西我們見不到的，我經常說譬如你不喜歡 運動的東西，即運動的人呢，你走街可能見不到運動的東西，你成日見唔到嘅，即係突然間咧，你本身咧，即係可能即係同啲女士去 shopping 咁樣，你見到嗰啲佢見唔到，佢見到啲你又唔想見到嘅，係咪？嚇，呢個係會嘅。譬如話頭先我講過點解佢唔揀女性咧？佢本身就係咧，佢攻擊對象從來都冇女性嗰個位置嘅，佢就唔揀嘅啦。即係甚至乎你可能突然間話，即係你話種族會唔會咧？可能佢有都唔知嘅自己。總之就佢揀獵物嗰時咧，不自覺或者揀一啲嘅攻擊目標嘅時間咧，或者我哋會佢想見到世界咧。不是他自己自覺的，甚至乎無論他是不是痴線或者是不是神經病患，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現象。譬如走出街，即我成日以前試過一個跟一些朋友聊天，即是說這頭有沒有什麼賣，這樣有些人答我沒有，肯定沒有，完全沒有見過，這樣但是後來發現原來旁邊很多那類東西賣，咁點解？因為佢都唔中意嗰份嘢，佢唔留意啊嘛，即係個世界係唔客觀嘅。即係呢個，係啦，冇錯，即係會，即係始終都係由你嗰個性格啊、喜好嗰度出發嘅，好多影響咗，即係潛意識都有呢個影響啦。甚至當其時係清醒或者唔清醒都好。係，即係佢啱啱遇著剛剛咧，即係佢哋又編排喺呢一架即係巴士上。其實有30多人嘅，即係點解係揀佢咧？都可能完全冇原因。唯有話明我哋要繼續分析一下呢個人個背景啊，或者會唔會睇到一啲蛛絲馬跡咧？咁、其實阿 Tim 咧就佢當時咧就係離開呢個 Edmonton 咧，就係翻屋企，屋企咧就係住喺呢個 Winnipeg 嗰度嘅。咁佢點解會喺 Edmonton 嗰度出現嘅咧？就因為咧佢就係一個係嗰啲嘉年華會入邊工作嘅人啦。咁佢當日咧就係啱啱放工，即係七八點嘅時候放工，咁啊搭咗呢個巴士。咁啊話説咧，啲乘客講翻咧，佢之前咧其實見到佢咧就係、是。好像我哋平時都會做嘅嘢啦，就係、恰著咗啦，或者係有兩個講法嘅，一個話佢其實恰著咗，跟住就俾人斬。咁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其實佢係聽緊歌或者聽緊嘢啦，唔知聽可能聽緊啲節目啦，咁啊塞住隻耳仔。同埋咧就喺度用緊電話咁樣，即係同時進行。即係總言之，佢應該個根據啲旁觀者口供都係佢冇做緊一啲咩主動挑釁人，或者甚至係根本就冇同其他第三者有接觸。佢就咁坐喺度嘅，純粹係自己坐咗喺度，自己個世界入邊嘅啫嚇。即係起碼冇一個咁嘅衝突嘅可能性係唔高啊，因為都冇接觸嘅，點會有衝突咧？除非係一啲眼神啦，有時有啲人會覺得一個眼神望一望都覺得唔妥嘅，啤啤咁嗰啲咧嚇。即係其實人哋冇啤你嘅，但係你又覺得人哋啤你嗰啲。有個目擊者就話其實之前見過阿天。同呢個李偉光係微笑咗下嘅，即係禮貌上可能有啲眼神接觸，跟住笑一笑。少笑啫，但係佢唔係坐喺隔離嘅，即係嗰個李偉光本來坐埋一邊，咁後屘咧就係去到中途咧無端端，即係一個停站之後咧就走咗埋去個位嗰度咧就坐咗喺隔離，然之後咧先至失驚無神，有人就聽到有人喺度狂嗌，咁一擰轉咧先見到咧竟然有人喺度咧就即係殺緊人嘅咁樣。咁殺人不特止啊，仲係瘋狂咁樣插，係插
十幾廿下、廿幾三十下都冇停過落嚟啊！咁啊，啲人梗係唔對路，梗係嗌司機快啲停車啦。嗯、哇！咁啊，其實好容易發生意外，因為嗰條 highway 嚟喎，大佬。咁啊，司機而家嗱一聲停啦，係咪先？停埋一邊啦，即刻。跟住咧，就所有乘客咧就即係瘋狂咁衝曬落車啦。咁、然之後就有嘔嘅嘔啊！即係面青嘅面青咁樣、有啲就甚至乎即刻打電話俾屋企人啊，即係報平安又乜都有啦。咁、司機咧就其實都好勇敢啊，咁啊同另外一個啱啱喺路邊經過嘅一個貨車司機啦，仲有一個乘客嘅三個人嘅、就試圖衝埋去咧，係阻止佢繼續咧去斬嗰個阿添、其實我諗即係如果喺個時間上應該都已經太遲，因為一發生嘅話，即係都可能斬咗好多刀啦。其實你再衝埋去都應該救唔到嗰個人㗎啦，因為已經係完全俾佢撳住咁樣話，攞把 Rambo 刀咁樣插過幾刀都已經即係失血過多死啦。所以基本上咧，佢哋都冇辦法即係救到嗰、那個被害者㗎啦。但係當其時佢都想制服嗰、那個即係兇手啦，起碼就即係將個車咧就停埋一邊先，同埋鎖咗啲門，就令到佢落唔到車先。咁我就聽到頭先嗰個即係錄音咧，就講到啦，即係個兇手就割咗嗰個死者嘅頭落嚟咧，就喺個車度即係炫耀啊，即係話俾人聽，我而家殺咗佢，即係好似唔知想展示啲咩，定係想嚇嗰啲人啊，定係點樣啦？係，即係跟住亦都有警察嚟到之後，其實係大家係對峙咗好多個鐘頭。不過講到啲乘客啊嗰啲反應啦，嗱咁我哋之前聽咗啲血案，譬如斬阿哥嗰單、或者71嗰單啦，即係都有時候有好多人咧，即係目擊者都有啲內疚啊，有啲就話好大嘅陰影啊。就話點解我當時選擇咗走嘅？但其實我覺得有亦都有好多人鬧㗎，即係佢話，譬如架車上面有幾十人啦，即係事後好多人鬧就話，點解冇人可以阻止到佢咧？好似康泰嗰單咯，就話點解你哋唔一齊？但係我覺得你要心諗，即係如果你喺個車上邊，突然間見到有個人攞住把刀，一個200磅六尺高嘅大隻佬，即係都唔係細粒㗎嚇，揸住把 Rambo 刀喺個後座裏邊係瘋狂插緊一個人，飆曬血，嗰人又係咁嗌嘅時候。你是不是會第一時間仲夠膽衝埋去呢？我想我都是揀自保，即係、心理學上一個叫逃跑及攻擊機制，就是逃跑先嘅。即係逃跑一定咧係好快著咗嘅嗰掣。即係通常咧，動物界喺遇上危機啊，即係人都係動物啦，即係一定第一反應就是逃跑。係啊，好少選擇攻擊先嘅，因為除非就走唔甩，開始先攻擊。同埋除非你或者你本身係一個紀律部隊人員，你係差人，你係當兵嘅，咁你第一件事有個潛意識有個訓練話俾你聽，可能你會即刻攞個武器同埋喝止嗰個人啦。雖然都有啲走嘅會，你會做呢樣嘢，但係你唔會衝埋去，你一定唔會衝埋去，就算係警察都唔會衝埋去啦。你攞住啲槍啊，一係你係開槍，一係你就指嚇佢嘅啫，嗌佢停手，你係絕對唔會衝埋去嘅。基本上咧，我覺得係冇人能夠喺阻止呢個咁突發嘅事發生嘅，即係你，我覺得內疚都即係只可以話我都冇。所以嗰啲評論係冇效嘅，即係除非你係受訓係專登係制服呢啲咁嘅反應。你一定要有呢個，但都係制服啫喎。係啊，嚇唔會主動走埋去咧，即係做任何嘢。同埋我覺得局外人講呢啲嘢咧，其實真係好唔公平咯。係啊，你試下你喺現場，我又唔真係信你真係會走埋去啦。即係你睇動物片啫嘛，即係只牛咁大隻，點解無端睇住另一隻牛俾攻？一起合作咪搞掂佢啦！即係反而你話有個即係你可能見到啲簡單啲嘅例子，譬如有個阿婆突然間喺個馬路中間行緊過馬路，你見到啲車又即係會可能對佢有危險嘅，你估有幾多人會衝出去即刻去扶個阿婆，或者係即係截停啲車？有，但係都唔會係好多人啊嘛。咁啊，大部嗰啲人你又或者可能可以鬧佢，點解你唔幫下手咧？後天個反應咧，通常就係咧，你幫人去學嘅。是就是咧，遇上危機逃跑嗰個咧，就係冇得學嘅，嗰、那個 instinct 嚟啊。係啦，即係突然間，譬如話咧，因為嗰、那個係生命危威脅嘛，生命威脅就係咧個本能係會走嘅。係啦，即係唔會突然間，即係你想救人幫人咧，嗰種係後天訓練，因為你係選擇就係唔係威脅自己啊嘛。你見到阿婆過馬路可能俾車撞親，你走埋勇敢地拖走佢。嗱，嗰個道德訓練或者一個良知訓練或者良知嘅顯現啊。但你話啦，突然間有嘢係把刀插緊人哋，我可能插埋自己啊，嗰種就唔一樣啊，肯定唔一樣。所以我意思話，即係你要譴責嘅話，你都冇理由譴責一個即係遇見個兇咁嘅兇案嘅附近嘅目擊者啊！即係佢自己都好驚啊嘛，佢又唔係受過咩嘅特別嘅訓練咧，佢根本就冇可能去阻止呢件事發生。即係你要譴責，不如譴責啲啊唔扶阿婆過馬路啊，唔讓座嗰啲，你可以鬧下佢嘅。唔係，可能啲人真係覺得好遺憾啦。即係假如係團結就是力量，大家即係當時咧，即係可以勇敢啲，一齊衝埋去，可能真係啊，或者每人挨少少刀傷，但係都可以係即係可能。防止到其實心理上否定了呢種假理性很久嘅，即係心理學一早知道呢叫假理性就係咧，即係話啊，如果一起合作就會解決。我動物界很明顯地響講過，
即係人都知道咧，幾隻牛一齊嘅話咧，只獅子就唔敢走埋嚟啦。咁但係你發現咧，永遠都係咧一隻咬緊只牛咧，其實啲牛走開啦。咁一定點解唔合作咧？即係發現啊，我哋進化到合作會得啦咁樣，係唔會嘅。其實即係基本上動物個演化本身有啲叫機制嘅，有啲係即係令到嗰個而家情況出現。所以話逃跑嘅攻擊機制咧，唔係我哋人類嘅。是動物界演即自然嘅反應，自然演化到人類仲繼承緊呢樣嘢。我哋好難逆轉自己嘅反應啊嘛。同埋嗰個兇手，你頭先留意啦，佢最開頭未發生任何事嘅時候，佢係坐喺架車嘅比較前半嘅部分噶嘛。但係當佢唔知係咪已經想殺人嘅時候，佢就移咗去最後座嗰度坐噶嘛。其實有一個感覺就係佢企喺最後嘅話，佢係望到曬所有嘅人嘅動作。其他人反而望唔到佢，之前咧就係其他人望到佢，佢未必望到其他人。即係其實佢已經係轉咗一個即係主動同被動嗰個位置。咁佢去到喺最後嘅位置嗰度發生，一來喺後邊發生嘅時候，你係由望前面突然間望後邊，你已經好驚啦。即係一個好突然嘅事啊！你冇見到佢發生嘅過程，冇見到佢行埋去嗰啲啊嘛。即係你已經好驚啦。咁你突然間你根本就冇可能走去後邊嗰度阻止，同埋後邊可能係其實嗰啲安全門咧，可能喺個車嘅中間嘅，反而啲車係喺前面有個門啦。當然喺中間可能有個安全門，但喺最後咧，其實反而係冇嘅。即係你根本就唔會走埋去做任何嘢，你只會諗喺最近嘅安全門嗰度走咯。嗯，即係同埋我覺得嗰個心態有少少變化，因為點解佢去咗後邊嗰度坐？嗱，即係如果佢要斬人，即係如果突然間精神病發講，其實揀隔離嗰個啦，即係隔離嗰行有個女人，或者咁後邊有個男人啦，即係最就手嗰、那個，即係唔會全部都係你唔想殺嘅人啦嚇、啊，可能佢唔想殺女人。為什麼他不會選一個比較就手或者身旁的呢、他要走到最後呢、是不是他是不是真的觀察那個人比較小粒呢？是不是真的有過這樣的觀察呢？你的觀察非常好、剛才我都沒有看這些資料，很簡單，譬如你一個人呢、就是、進行攻擊之前呢、就是、走到一邊的本身就是令到攻擊免受了，是的、他看到你做什麼、就是、這個很明顯的意識來的。我們有一隻、就是、精神病很多類，當然是、就是、突然間控制不到一個東西，幻覺是另一樣東西，但你說揀一個位置進行攻擊，令到自己處於一個咧優勢啊，咁好正常啫。譬如突然間你威嚇人，梗係車頭啦，即係俾人坐喺度見到我啊嘛。係咯，點解唔係突然間即係攞把刀出嚟就嚇死曬啲人咁啊？如果突然間咁，另外就係譬如我進行呢、這個即係可能動物獵殺前啦咁樣啊嘛，揀啲咧即係可能弱小啊，即係蕩失咗路啊，即係離群遠啲嘅咁樣。咁佢即係成功機會大好多。同埋呢個都係一個原始反應之餘咧、即係證明佢嗰個咧獵殺或者叫揀嗰個獵物嗰陣時咧。他起碼潛意識裏面應該是有做事的，所以我有少少懷疑他究竟是不是一個精神病化的狀態，因為他其實還清醒地揀一個有利的位置去進行他想做的那件事、即是他不是隨意，即是你看到如果譬如鄭捷他都是突然間在個車廂某一個部分、一來就拿刀斬人、見人附近追就斬了，即是沒什麼意識的、另外一個即譬如、也都在台灣發生那件事，可能我突然見到個小朋友踩著電單踩著單車走過，他輕輕殺人的念頭，他就捉住個小朋友就殺了個小朋友，沒那麼有安排的嘛，那個位置沒有說要、即是怕有其他人攻擊他，因為你坐到最後其實是怕有人攻擊你、有人、如果你坐在中間就隨時有四方八面的人出來攬住你了、有可能會阻止到你做事或者攻擊你，但他坐到最後呢好像是一個很安全的位置，好像就正如所謂的大佬、坐在茶餐廳都是坐對到門口的嘛，即不會怕人進來斬你的時候你看不到嘛，即其實是一個安全的位置，他有這個意識去做這件事，其實他是不是清醒的呢、現在就成日話講嗰啲 IS 啊，但係嗰時你唔會諗到有呢啲即係無端端嚇會掕落去恐怖分子嗰方面嗰度噶嘛，會唔會咧？個清醒嘅意思就又唔一樣嘅，因為清醒好多層次嘅，即係話咧佢仍然有一個咧部署能力、安排能力，就唔代表佢係等於一般嘅有理性運作嗰種清醒。因為我哋即係有時即係我唔知辯方好啊，或者心理學家會咁諗嘅就係、即係佢似乎咧都個運作緊嘅喎，但係種運作咧唔係一種完全運作。是僅限於他突然間著了那個、叫攻擊毛、那個毛或者突然間那個念頭、跟住就怎樣完成那個毛、怎樣完成那個行動，他有即有個很簡單的運作、我很喜歡你這點，因為我經常都聽到那些、即當然他們要這樣爭論、即經常都說、他又懂得這樣懂得這樣懂得這樣，他一定不是瘋狂的樣、但其實就真的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推論到他是不是有這個精神不是那麼簡單，但是有一個懷疑很多層次，很多層次的，很多層次，譬如說我們是完全那個運作，因為其實是非正常運作、我經常找一個即不是那麼、完全到位的比喻、即突然間譬如有些人突然間好耐，或者性機渴啦，或者例子，突然間好耐冇見過男人或者女性話咧，佢、一見到即係 short 咗噶，即係 short 曬之後咧，佢就識點引誘啊，點樣即係嘅調情啊，跟住咧點樣，但係完事之後馬上清醒得㗎。
因為其實那個呢是既是有運用到某些的部署或者技巧，但是那個過程不可以說他是清醒的，因為那個過程是處於即是失一個失調狀況的，於是乎見到某些獵物的話呢，完全那個毛就是求偶交配，然之後，咦，我 short 咗啊，點無端咁樣嘅？我唔係黐咗線啊咁樣。呢個攞嚟做抗辯，你又實俾人鬧啊！我成日話呢個係好易俾人鬧，俾官鬧。你問下嗰啲人都會咁樣嘅，即係有時咧就係年青人一樣啫嘛。年青人突然間咧，即係可能青春期都係 short 咗噶。點解 short 咗咧？其實佢又唔，佢有時甚至乎咧係被佢個即係身體某啲嘅激素啊支配啊，佢完全冇辦法。不過佢仍然有腦噶嘛，你見到仍然一個過程，你要以為你即係。就不是完全受過即本能那麼簡單，本能 and 它理性運作，但是僅限於那個完成那個任務那個過程。人的情緒這些真是深不可測，即很難一本天書 讀到腦，還有你在庭上說真的大家拿出來拗下看看有沒有人相信這樣你一般的陪審員大家都沒有接受過這些心理的訓練，當然要看其他專家的報告。很簡單，就通常剛才那個案又問到我，因為 我通常看東西很粗疏，他有沒有說到呢，即是他坐的巴士去哪裡，還有有沒有完整的交代呢，其實那個行程他目的是做什麼。我們待會要交代你有什麼想問我們，待會你說就行了，待會你說就行了。為什麼呢？那些位置就是代表他很影響過這一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沒錯沒錯。還有他那個人的背景是很重要，背景和性格，譬如選什麼時間上車，因為有些人都會做的嘛，就是我很想殺人，然後就坐兩班車，坐兩班車又是一個位置嘛。譬如正常來說，為什麼他不知道答呢，為什麼晚上答呢，很緊張，老師問這樣的問題，問題呢就是很重要了，關鍵位了，即是證明他意識強了，因為其實純粹是 short 了，突然間偶然的，哇，都已經本身很重要，坐在後面又很重要，為什麼他轉了個位置呢，都是一個問題。本身這些全部呢，即是我們要攻擊或者叫做呢，即是將故事排回合情合理呢，究竟起點是一個是本身已經有叫謀殺了，或者突然間想殺人，不要謀殺，謀殺特定對象，即是想殺人，因為其實就是他就想保護自己，突然間想殺人，即是不一樣。好啊，咁咁多問題我準備一下先，我哋翻嚟咧繼續追蹤呢單咧喺2008年咧咁轟動嘅灰狗巴士斬頭案啊！阿麗麗，今次我冇加呢個地方，冇寫加拿大，冇加加拿大啦，進步咗。費事俾你有，唔係你講埋加拿大好啲，清楚啲啊嘛。係人都知道加拿大發生啦，依家咁出名嚇，翻嚟繼續講。好。One, two, three.